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何老师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表达高兴。喜欢我视频的同学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，感觉太棒了，感觉太棒了。听了那件事，我高兴极了。听了那件事，我高兴极了。太幸运了，太幸运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今天非常高兴，我今天非常高兴，好期待呀，好期待呀。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。好啦，同学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期再见吧。